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无尽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发大誓愿第六，法藏白言，唯愿世尊大慈听察，我若证得无上菩提，成正觉矣，所具佛刹，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，无有地狱、魔鬼、禽兽、云飞、软动之类，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魔罗界、三恶道中，来生无差，受我法化，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服更堕恶趣，得誓愿乃作佛，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，借具紫摩真金色身，32种大丈夫相，端正境界，习同一律，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，不去正觉。无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，皆能洞识彻听，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，不得誓愿不去正觉。无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得他心之通，若不悉知亦诺由他，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，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，不去正觉。无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远离分别，住根极净，若不决定成等正觉，证大涅槃者，不去正觉。无作佛时，光明无量，普照十方，觉身诸佛，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。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，莫不安乐，慈心作善，来生我国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寿命无量，过中声闻天人无数，寿命一切无量，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，与百千劫习功计较，若能知其量数者，不去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，若不共称叹我名，摄我功德各土之善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至心信要，所有善根心心回向，愿生我国，乃至生命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。
为出忤逆，诽谤正法，我作佛事，十方众生，供我名号，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，奉行六波罗蜜，坚固不退，复以善根回向，愿生我国，一心念佛，昼夜不断，灵寿宗师，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，今须臾间即生我刹，作阿惟越智菩萨，不得是愿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悉念我国，发菩提心，坚固不退，至重得本，至性回向，余生极乐，无不随者。若有宿卧，闻我名字，即自回顾，为道作善，便持经戒，愿生我刹，命中不复更三恶道，即生我国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过无妇女，若有女人闻我名字，得清净心，发菩提心，厌患女身，愿生我国，命中即化男子，来我刹土，十方世界诸众生类，生我国者，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字，欢喜信要，礼拜归命，以清净心修菩萨行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。若问我名，受宗之后，生尊贵家，诸根不缺，常修殊胜梵行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过中无不善名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同一心，住于定居，永离热闹，心得清凉，所受快乐，又如漏尽比丘，若起想念贪记深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生我国者，善根无量，戒得金刚那罗延伸，坚固之力，身顶借由光明照耀，成就一切智慧，获得无边辩才，善谈诸法密要，说经行道，于如终身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究竟彼智一生不出，除其本愿，为众生故，披红饰铠，教化一切有情，戒发信心，修菩提恨，行普贤道，随身他方世界，永离我取，或要说法，或要听法，或现神足，随意修习，无不圆满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生我国者，所需饮食、衣服、种种供具，随意即至，无不满愿。十方诸佛，应念受其供养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过中万物，严禁光礼
形色殊特，穷微极妙，无能称量。其诸众生虽具天眼，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，不须追究。我作佛时，各种无量色数，高或百千有旬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。诸菩萨中，虽有善根劣者，亦能了之。于见诸佛净国庄严，谢于宝树间境，又如明镜，读其面相。若不尔者，不去真求。我作佛时，所具佛刹，广播严禁，光影如镜，彻照十方，无量无数，不可思议，诸佛世界。众生读者，生稀有心。若不尔者，不去真求。我作佛时，下从地基，上至虚空，宫殿楼观，石榴花树，国土所有一切万物，皆以无量宝相合成，其相普熏十方世界。众生闻者，皆修佛行。若不尔者，不取真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佛刹，诸菩萨众，闻我名已，皆悉待得，清净解脱。普等三昧，住身总持，住三摩地，止成佛。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，不设定义。若不尔者，不去真觉。我作佛时，他方世界诸菩萨众，闻我名者，正立身法，获陀罗尼，清净欢喜，得平等住，修菩萨恨，具足得本，应时不惑一二三人，欲住佛法，不能现证不退转者，不去真觉。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界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业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